自视啊，那么僵化啊。那我今天，用很快的时间啊，跟各位说明一下啊，因为县市合并以来，我们升格为直辖市已经满三年了啊，满三年了。那我跟各位报告啊，整个消防局的啊成果的状况啊，那我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啊，说明。那这三年来，其实刚合并的时候第一年啊，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啊，两边虽然原来是台南市，原来是台南县，虽然都是消防局啊，可是呢，制度跟文化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个组织里面最困难的就是人啊。文化的磨合，那么我们包括异乡，包括异乡差异度更大。可是呢，我们在三个月之内呢，就把这些事情就解决了啊。所以我在这里啊、非常感谢原来的我们之前的台南市的啊吴前局长，还有啊当时代理这个台南县的啊李。代理局长啊，现在只能主持了啊，霸道的东西来了啊，带领的同仁大家啊，全力的磨合。那这三年来，我跟各位报告啊，我们的成绩啊，我们的成绩的确是可以对市民做一个交代啊，就是说在现在消防已经提升到不只是救火、预防火灾。还要再做天然灾害的这个救灾的管理啊。那我们在这一个我们整个深耕计划啊，深耕计划就是要做啊区公所，把区公所的能力，把它救灾的能力把它提升上来。那我们连续三年，100年、101年、102年，啊，包括今年啊，都是全国。第一的啊，不要说五都第一了，都是全国第一的。那我们的条件，资源条件不是最好，五都我们是资源条件是最差的，可是我们非常努力的啊。那当然这个是市长的要求很严格的啊。那我们同我们的区公所大家都配合，我明天下午要他去啊中央去代表演讲啊，你这个深耕计划的。第一啊，今年第三个，那我们在天然灾害的演习，各位知道这个市长都一直啊，他也很了解，就是我们的演习都做啊，从严从难的啊，像今年啊，各位啊，劳苦各位到三更半夜的啊，那我们依然得到啊这个全国的特优了啊，也是全国第一名，我们得到这个是连续。两年的啊，连续两年。那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啊，我们是文化古都升格，所以对于我们的古迹的消防啊的维护呢，我们已经有拟定一个计划。那么这个是旗舰计划里面。那在上个上礼拜啊，12月13号，我在台北参加这一个。警察大学所举办的国际研讨会，那在研讨会当中，我们的同仁去报告我们对于做古迹消防安全防护的一些作为。那我们现在我们一步一步做了啊，甚至于把这个我们先今年先完成五庙啊，把它的监视器。全部都拉到我们的119情报中心来做监视啊，做监视。那在现场的很多的专家对我们的做法都表示肯定啊，很大的肯定，也很大的许许。所以这个我们还会再做努力啊，还会再做努力。那因为这一个这一个武器的安全呢，我们在健康城市奖啊，在上
上上礼拜才发表的全国的健康城市奖，去年得到冠军了啊。那今年呢？今年我们用超前部署啊，就是天然灾害的时候，以往消防队都是在队里面待命，等到有人打119求救的时候淹水了，我们再出去。可是呢，这样在88水灾呢就来不及了，已经连消防队很多消防队自己都被淹了，被困在里面了。好，所以我们在到任之后也是三个月之内就把我们全台南市的整个会淹水的显示区域，根据88水灾的淹水的状况，让我们调整我们的警力箱，就是在要下大雨之前，我们根据预报就会先把这些船机具跟同仁们送到这一个会淹水的显示区的这个点的安全的地方，在这边待命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在今年的这个健康城市创新奖里面又得到全国的冠军了哈，全国的冠军啊。所以这个也跟各位作为一个报告哈。那么今年呢，总共开设了7次的台风跟豪雨的应变中心，那我们呢创造一个零死亡啊，就是今年我们开设了7次，达到380个多小时啊。但是我们台南市里面，没有人因为天然灾害而死了。尽管各位在新竹庄看到市长到现场去就被骂了啊。其实那个在他市长到之前，我们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已经把人都救出来了啊，我也在现场啊，我也到现场啊。所以我们今年开设了7次，没有我们任何一位市长因为天然灾害而死啊。那么也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在紧急救护方面呢，这个是消防局最大的现在最大的负担。大概全国的消防局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紧急救护啊。我们社会越进步，人民的生命财产要求越高，安全要求越高。那我们紧急救护每一年大概以8%到10%的这一个这个成长率在成长啊，平安的经济成长率看管但是我们的人员，因为我们的人员入不敷出了，虽然市长每一年都给我财政也困难，每一年都给我增加25位，预算也都给了，可是呢，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中央，他没有办法训练足够的人员来补充给我们。各位媒体朋友都会很清楚。我在议会里面每个议员都是要求我一定要增加人增加人，但是我一直解释，有很多他就不了解为什么人不增，其实是有增加的。我们合并的时候是886位，那目前已经到达950位，可是我们的预算已经到975了那今年呢，明年呢又要退休40几位了，因为有千万东西起码大概哦，作战会退休啊，国产会退休，我当然在退休啊。因为工作压力实在是越来越大。那中央呢，一个消防队员必须包括特考，你最快就是要2年的。你特考考完了以后，考取了以后也要训练2年之后，才能到分配到我们这一个县市来服务。那为了克服这个人力的问题呢，我今年呢特别跟议政署因为议政署的署长跟副署长都是我之前在内政部服务的时候的好朋友，那么特别再跟他要求，所以他今年给我150位可是他多增加150位给我呢，要我自己负担这些训练的经费这些训练的经费，包括船坞这些，大概也要花了200多万。
可是这些呢，我没有花四多一毛钱的哈。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同仁，尤其是主秘的哈，请我们台南市也要感谢我们台南市的企业界，因为容我在这里啊卖个关子，这一个出钱的这个善人呢，他不要曝光啊，他不要曝光啊，应该就是起雾爱爱被爱出业，可是跟你是台湾国一边雾，那明年尽管我们的同仁啊有点在退休。那我明年呢，除了每个月他的替代役还会增加进来，我明年呢，还有200位要给我，还有200位要给我，所以我会这个是我们自己训练。那我们自己训练，我们会加强要求。那替代役我会让他进入火场去救伤，替代役他只是协助我们这种值班，值班就可以让我们。警消呢有足以的时间去做救灾的工作，或者是跟搭配警消呢，因为他们要训练这个紧急急救啊，急救机师员，他们都会到达 ENT1 的这个程度，所以他们会搭配每个警消去做紧急救护的工作，或者是为民服务，都会有警消带着他们去。那所以这样可以稍解。稍稍的疏解一下我们的常备的消防人员的这个不足的不足。那另外一个跟各位报告，就是另外一个旗舰计划是市长，就是全国只有我们在3年里面花了1500万训练100位的高级急救技术员。那这个100位的高级急救技术员，我们已经训练50位。而且已经考试及格，他每一次的训练要到达1280个小时，所以时间非常长，非常长，而且非常严格。那考试呢？考试是由这个中华民国急诊医协会的这些医师啊，他们来做严格的考试的严格的考试。所以等到明年，现在已经在另外50位已经开训了。那明年6月会决训，决训经过考试之后呢，明年之后我们的高级急救技师人员在全国里面，就是说所有的消防队从事紧急急救的，我们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那我跟各位报告，就是我们合并的时候。我们的2边加起来的，因为我们的服务员那么广，所以我们那个欧卡就是说到院前没有生命迹象的这些被急救的市民呢，我们那时候一直到医院前把他救回来了，100人是18%了，那么101人呢，我们就到达20%。我们一直在成长。那今年呢，到11月底为止呢，已经到达23.46%。那这里面呢，台北市跟新北市，它的人力最多，它的服务员最小，尤其台北市，它的服务员最小。可是他们今年的这个到11月底为止呢，它是25点多了。那新北市最高28点多，那这个我们已经追上他们，尽管我们的服务员那么广，你看你东山啊，你东莞的山顶爱乌卡，你讲在座的较机密啊，对哇？咱的同仁比较机密啊，在救护车里面一直要急救，一直不断的做急救，这个台北市它的医疗资源那么丰富，医院便宜，太多太多了，我们。台大什么随便一算太多了，我们只有几家那这个合并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某一个市呢，它是一直在往下掉，它是往下掉，这个我无法辨这个那另外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它是持平的，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跟各位报告，起地方疑心啊，不起地方疑心的啊。因为卫星的变化一千万
啊，我遐嘛做医生做无对啦，因为我家己感觉啊，我家己了嘛。啊，我考医科了，考无对。啊，所以只好来做消防吼，啊，认真甲这地吼，吼，市民嘛是安全啦吼。因负责为病人甲急救，啊，我负责要到病人进前，我这兄弟吼，尽量来甲咱的市民吼，让他更安全啦，啊，更安全。那么还有合并的时候呢，我们的消防车辆，我们的消防车辆，尤其是市区的啊，五都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个地方其实讲起来有一个特性，各位都很了解嘛。全国之前还没有合并以前，全国火灾最少、重大火灾最少的就是台湾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祖先会选择在这一个地方当府城，而且淹水也最少。对，郑成功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我们的祖先他是很有智慧的。啊，你像我刚来接的时候，小巷道我写起卡位列那么多的小巷道，哦，这个都是我们很大的挑战。可是之前的啊，之前大家都做得很好啊，那么车辆就出勤比较少，但是老旧的车辆就比较多。那这三年来呢，我们已经包括跟消防署争取，跟民间的捐赠，我已经总共到有57辆啊，有57辆的各式的消防车啊。那么救护车更多了，救护车几乎都没有用到空台。我们救护车现在还有很多的善心人士在后面 standby 的啊 ，standby 的还很多了。那我想借这个机会，请各位我们媒体朋友啊，帮我一个忙啊，请他们啊多多捐赠一些这个救灾的装备或者消防车啊，比如说消防同仁要进火场的一些装备啊，特殊的装备啊。啊，其实这些装备啊。因为像救护车的善心人士里面，他们可能看到的就是认为救护车就直接救人命，但是我这些特种的器材是在救更困难的地方，啊，更困难的地方，啊。那么像今年的好雨，我们东园、东山的啊，东莞的几条铁啊，我对我的同仁，后来我很压抑的啊。我自己也感到很高兴，我们的同仁跟义消就几个人而已，东北的队员就几个人而已，就把那六七位的我们的士兵横渡那个激流把他救出来，哦，这个表示我们的救灾能力一直在提升的啊，这个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同仁啊，我们的同仁。